Hello， 大家好。好多朋友啊，想看一看船员的房间是什么样的，走，咱就带你去看一看船员的房间到底是什么样的。哎，这是我的房间，看到没有？二翼大广轮，走进去看一下。哇塞，房间还可以啊。来，看一看，啊，这是我的床铺。看到没有，这里有个荡着东西，就怕船晃的时候呢，左右摇晃人会滚下来，所以说放了一个这东西。啊，这是我的电脑，这是我的硬盘啊，硬盘里好多大片，不用说大家都知道啊。哎，这什么东西？黑枸杞，黑枸杞啊，这不是，这是黑桑葚，这是黑枸杞。干什么用的我就不多说了。诶，这什么东西？这是我没事的时候用橙子自己做的一个风火轮，看到没有？好不好玩啊？这是我的牛奶啊。诶，看一看我的卫生间啊，看我们的马桶是真空式的先进啊，喷头。哎，看这里面是什么东西？哇塞，啊，面膜，老婆这给你准备的面膜，因为船上啊有的时候比较干燥。哎，面膜，哇，洗面奶，牙刷，这就是我的房间，这是我的工作服。整衣镜怎么样？大家看看我的房间还可以吗？感觉可以的话给我点个赞呗，感谢了，拜拜。